想要先去吸收我妹妹的底，是我要让她一直到家里就会突然发现我的存在。她不在，她不在，她不在，赶快去，赶快回家。好，我现在到家了，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行李箱，我什么行李都还没整理。我现在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整理，但我想说我大概整理个十几二十分钟应该差不多吧，然后补个妆之类的，护照跟身份证，我没带我就是定了，我家好焦虑啊！这真的是我史上收行李最赶的一天。然后啊，我韩文就不读了吧，我当时说我就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，我两个礼拜前从日本回来的行李都还没有整理哦。我终于预感觉台湾应该蛮热的，所以我就换个短的外套，不然我怕回去热死。3:18，我们就出发吧。6:14，我现在等登机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今天我回去其实啊，那现在都还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就是被我蒙在鼓里，然后刚开始传讯息给他说，哦，我现在在跟同学念书，然后还传了这个3天前拍的读书的照片，但其实我现在已经在机场了。我今天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我要让他一直到家里就会突然发现我的存在，对，就是这个疯狂的计划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但目前安安都没有发现我，因为我这个时间点通常要么不是在读书，要么就是回家睡觉，所以他没发现我在也是蛮合理的。其实等一下我在飞机上是不能回讯息，我就有点紧张。等等，飞机上再见啦，我要先睡一下，我真的好累哦。我就飞回来一天而已，不是礼拜天要回去，礼拜天一早上4点就来机场，有这么那个吗？投票很重要啊。米轩，我在计程车上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安刚好要出去，然后他说买蟋蟀，买那个手工的蟋蟀啦，所以他现在他就刚好出去了，所以我想说那我可以刚好趁着空档直接回家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在家等他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嘿，我是想去那边进修那个彩妆师。女生可以，女生可以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男生也可以啊。男生有家庭，有的比较不方便。女生有家庭的话也不方便啊。女生只要先把自己顾好，没有，自己生活可以顾好，都要学什么都可以。男生就是你有家庭的问题，还有长辈的问题，比较难做决定。嗯。我们班上也有很多男生呢，也有结婚的，还是看个人吧。好，大哥，谢谢啦，晚安啦，拜拜。6个礼拜没有看到我的猫，没有回来这个家，感觉好熟悉又好陌生又好紧张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已经1个多月没有按电梯了，在哪里？我去地下室看看车子在不在，如果不在的话我就可以安心进去家里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不在，他不在，他不在，赶快去。赶快回家。刚刚最好笑的是安跟我说回来台湾陪我，我还跟他说好啊，但是我其实真的有回来。我们家楼梯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。我先把行李箱藏在这个楼梯里吧，不然方外面会被发现。放进来，放进来。
我现在还有一个更紧张的是，我的猫咪已经六个月礼拜没看到我，他们出生以来我没有跟他们分开那么久过，我现在超紧张的。找那么多包裹。妈妈，小妈妈，好久没回来呀、啊！天哪，小妈，小妈，小妈，你在怕我吗？不会吧？小妈，你又是不是变胖了？君君，君君，君君记得我吗？他应该还没那么快回来，因为他要去台北买蟋蟀，所以。不怎么记得我，我现在心跳超快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就等阿安回来，我好紧张，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哎。我们先等阿安回来吗？喵喵喵喵。嗯，真的不敢相信，我早上、中午还在宏大吃炸鸡，然后我现在在台北的家。好奇妙的感觉哦，小爸，我这24小时回来呢，我不只要投票，然后给阿安惊喜，然后呢，其实投票的前天是我爸的生日，想要投完票之后帮我爸爸补过生日。等一下凌晨2点，我的摄影师有跟我约要拍一组照片，就是我等一下还要工作。然后投完票的隔天凌晨4点，真的是一共12点，我就差不多收拾行李要准备去机场。那个叫什么？我真的大傻眼。嘿嘿，怎么里面啦？已经过12点了，选举当天。我还没有，还是没有回家。我已经在这边等他等了40分钟。我只有24小时，我的40分钟。5 minutes later。惊讶的感觉啊！嗯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你刚刚跟我说买蟋蟀，然后加上你5点到9点都没有陪我，我想说，那你应该在做。我在睡觉。哎呀，我头皮都痒了。为什么你会发现我啊？因为你很笨。小爸，我怎么会忘记把鞋子藏起来啊？我都把行李箱藏在抽屉口了。因为你很笨。我14号早上7点就回去。啊，这么早？就是我投完票，隔天凌晨12点，差不多凌晨4点，我就去机场，7点多的飞机，因为我要回去读书。怎么这样子啊，小巴？就很稀啊。小巴，你说这样子可不可以啊？哈、啊，哎呦呦，你怎么长那么可爱？呦呦呦呦呦，小巴快要3公斤了吗？胖了，你有点大，有大一点。6个礼拜没看你，呜，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呼噜呼噜。他都不太让我量过。真的？因为我是救他的人啊。他不喜欢就是肚子朝上的感觉。那你去帮那边的小巴。嘿，认得我吗？嘿，你要吻我。嘿，这是你。嘿，这是我啊。嘿，你记得我吗？他会在哪个衣柜里啊？看，摸到了，摸到了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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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你啊，妹妹。跑跑跑！这个天气冷，它的毛变很蓬。嗯，是长毛种，一抱就呼噜哎。咦咦咦！拜拜，爸爸爸爸爸爸，要从屁股滑下来了。小妈很喜欢，我就说他很喜欢吧。鼻子问题。小妈。那叫很兴奋的嘛，说他就想吃。嗯，小妈果然会喜欢。本来进得去吗？进去了。感觉猫咪很喜欢这一个哎，快过来玩。没有雪球，没有雪球哎，那应该他们都会过去。哎呦，有种奇妙的感觉。看一下，我现在身份证、身份证、身份证，我真的好怕身份证没带哦。然后很好笑的是，因为我们晚上不是要帮我把它补庆生吗？我在日本帮我朋友买餐厅小巴，我还要拿去面交给他。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买手摇饮，我超级想喝，我真的是太想喝台湾的真奶了。刚刚睡了一觉，觉得24小时都被浪费了几个小时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的相机，韩国的手摇饮很多珍珠都真的。以台湾来说，我觉得那个就不叫珍珠。然后还有一些竟然是你点珍珠，它上面就已经真的是写英文，是写珍珠，然后给我一种什么橘落球，就是你们懂那有多气吗？我今天回来24小时，我一定要喝到吧。
我其实有好多想吃的东西啊，但是24小时真的没有办法兼顾。现在投票日的交通其实跟平常差不多，就是回新竹的话，原本我回新竹大概开个1个小时，今天我刚看也才1个小时15分，其实慢一些下而已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呢是选务人员，然后我想说我回去投票大概3点投完，等我爸爸妈妈就是监票到7点左右，我就可以一起去过生日。韩国我有2个同学，其实在韩国会开车上学，我觉得他们超厉害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在一个陌生的国度。下去买一下可不可？刚投完只花了3分钟，好好笑，投超快的。你投谁啊？4号谢欣达，台湾更发达。啊，对，我投谢欣达。那你呢？我投4号啊。大家都投4号谢欣达，台湾更发达。不用看我，票投谢欣达，台湾会发达。好，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看完开票了，逛宝雅，好久没逛宝雅。我想想，我要买什么？我列了一些清单要买，卫生棉裤，卫生棉裤。像韩国的这种小包卫生纸超难找，所以我也是来这边买一下。然后还买了一些台湾才买得到的东西，好开心，谢谢。爸爸生日快乐，祝爸爸生日快乐。好，谢谢。我来录。一口气，耶！爸爸生日快乐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个买一送一。哦，同口味的吗？可以不同，你要换一个。好，那我去拿一个。拜拜，拜拜。眼睛怎么那么大？没，没，没。各位，我现在距离去机场只剩15分钟，就过头，因为我真的太困了。然后我一个行李都还没整理，我现在赶快去准备。差不多先这样子，我累了，大概把所有食物那些都包装好了，我现在赶快机场了，哎，等下见。拜，谢谢你带我来，下次见。到家我爸，来来小心，快再跟我说。唉，要自己离开一个人了。韩国，首尔，谢谢，谢谢。